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晚上要跟我的那帮朋友家人又是开始聚餐。今天我们要去吃的一家餐厅是一家比利时餐厅，真的非常好吃，我好久没去了，但是我小时候老是去吃。但是在去之前呀，就是我大姑还有我妈他们先来这个珍珠城，就是来逛一逛，还要买一些衣服啥的，所以说我也先进去逛一逛。其实这个珍珠城我以前有录过视频，那跟淘淘说出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看的，那么些手机壳啊、假货呀、假衣服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完了，走了半天找不着大姑和我妈了，就走散了。没有关系，我们自己逛。哇，这里有一家玩具店啊！哇，这个东西我小时候老是玩 Nerf gun， 特别好玩，射子弹的。怎么办？我果然喜欢玩具店比起衣服什么的。哇，有没有假面骑士啊？要是有假面骑士的那些腰带就酷了。除了这些玩具，还特别喜欢枪什么的，手电筒、望远镜，就那种生存类的东西，铲子。从小就很喜欢打枪，就是小学的时候，我爸会给我买那个有小弹珠的还是什么的，反正射到一个人真的很疼的那种枪。后面好像违法不能玩了。对，我就特别喜欢这种东西，就什么枪啊、刀啊、手电筒。这什么呀？看起来有点酷。电脑笔、专业笔。哦，有没有刀啊？好吧，不行，我觉得好像那种变态杀人狂。问别人有没有刀，但我以前真的有好几把刀，都是在这儿买的。是时候去找一下我大姑还有我妈了。终于找到你们了，还认识的地儿，听着我们说话了吧？哦，不是，我找了半天，好吗？是吗？对啊，买衣服啊？你妈买三件。你买了吗？对，我给她买了。我不要，我有。你看她老这样。你永远都买好几件了，够了。他永远都是不要，够了。我溜子给你穿一件这个。我不要了，谢谢。哎，这件我觉得你可以。哎，对，这件衬你穿，蓝色的。嗯，我衣服太多了。你溜子买那蓝的，穿多好看。他不要，他就跟你一样了。我裤子不是太长，就是太短。我去那个韩国买了一大堆均码的裤子，好像太短了，是不是？真的有你穿，这料又好。我不想试，你穿试试。真的会很辣眼睛的。我谢你，谢你。辣眼睛，拿着一次呗啊！而且我就辣一次。而且你开学了，你看看啊，穿件正规的衣服。我不要穿。你从来就没有穿过女人的衣服，都穿男人的衣服。我脱了，那脱去脱试一下，好吧？不是，我这个 T 恤还要脱呀。那当然，你不脱你怎么试？我不想穿，就太透了，这衣服那么透。不透。透。包啊。他们这老搞我，哎，现在我就得换这个衣服穿。不行，太奇怪了，太奇怪了，我不喜欢这种很紧的。好看一眼。哎。哎呀，多好看呀！真好看呀！多好看啊！别了。我不想，我不想。好看，太好看了。哎呦，她穿正合适。哎呦，真合适。哦，我不穿这种衣服。太漂亮了，哎，特别像女男，哎，真好这种。特别像男的，女的到底？像女孩，真的女人。不是，不是，这很紧。不是，这衣服就是这人就是这款，只有你穿，别人穿不了的。你至少有一件。真好看，真好看。哎呦，至少有一件。真好看，是吧？买了，买了。我不要，不用买，真的不用买，这太漂亮了。你看你多，我不行，我觉得真的不好看。你早晚喜会喜欢的，真的，而且这是麻的，是吧？裤子也是不大的，对呀，他得穿一瘦点的。哎，裤子得穿个白色的，不是？白色裤子，对，很奇怪呀。不奇怪，哎，不要拍了。你没穿过热裤，我不穿热裤。不是，因为你知道吗，就是这个 guard wardrobe 很勒，对，勒，而且这个不是棉的，麻的，对啊，所以很不舒服。对不起，我事儿是真的多。哎呦，这个挺好看的啊，我也喜欢这个颜色。我就说给你穿挺好看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去吃饭对吧？这家比利时餐厅是在老外街，我小时候老是来，因为就是很多很多西餐厅，就是各种国家的餐厅。因为现在我们学校放假了嘛，但是平时不放假的时候来这儿必遇到同学，因为都喜欢来这儿吃饭。就是这家生意确实很好。我看到我舅他们已经来了，所以我已经马上躲到这个厕所里头，因为我有个计划。因为这几年啊，我舅他们还有那些亲戚他们，当然非常非常照顾我，但是在照顾的同时，这十几年他们也没少折腾我，所以我要复仇。我就准备了纹身贴，他们刚刚还没有看到我，所以我打算把这个贴到脸上，然后看看他们什么反应。好，就那种。哦，哈喽。我瞧见你的脸，是脸，没有写这些。
真的，不可能。你看一下啊，纹的，贴的，纹的，贴的。我搓一搓，不行，搓一搓。我纹身了呀，你看。你看你啥？看过你纹身。我靠。我贴了一个纹身，对不对？我纹身了，你知道什么是纹身吗？永久的，再也擦不掉。这家比利时餐厅我之前有说过嘛，我真的小时候经常来吃，我对它的印象非常的好，非常喜欢这家餐厅。我觉得这家店的亮点应该是他们家的轻口味吧，有很多种口味，什么蒜蓉啊、番茄啊、奶油啊。不过除了轻口味，他们的主食类型也是蛮多的，有牛排，有干嘛的，反正都是西餐嘛。以前的话我只要是每次都来吃这个 cordon bleu， 就是芝士火腿猪排吧，还有各种面。但是除了他们的面食以外，他们家的甜点也非常好吃，主要是像比利时嘛，华夫饼肯定非常有名，巧克力慕斯啊，就是那种很经典的。第一道菜上的就是这个小吃拼盘，里头有可以拉丝的芝士条啊，我真的太爱吃芝士条了，太好吃了。然后还有这个炸虾，哇，突然这么一想，今天真的是一个严肃的美食节目。不过说实话，这个纹身贴真的好中二啊，我当时就觉得有点蠢，想把它抠下来，但是怎么搓也搓不掉，然后存在感又很强，就有点难受。虽然我现在是这样说啊，但是其实我还是有点喜欢的，因为就是中二我才喜欢嘛。好吧好吧，不废话了，这个是奶油清口贝，然后还有番茄清口贝。他们的这个牛肉串也蛮好吃的，我记得是牛眼还是菲力忘了。我的主食的话是奶油蘑菇鸡，真的蛮好吃的，就是有点腻，不是一般的腻。哦对，我还点了一份番茄汤，但是这个番茄汤真的有点没什么味儿。对，没什么味儿，非常非常的淡，有点像水的感觉，然后放了一大堆盐我才能喝。然后这个清口贝，我知道我之前一直在那狂吹这家店，但是当天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觉得没有以前好吃了，因为好几年没有吃过了嘛。这个清口贝非常的肥肉，质也很不错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味道不是特别戳我，我就觉得特别诧异，所以我就去问了我周围的人，然后他们觉得味道还是没有变，他们觉得特别的好吃，可能是我舌头变了。接下来就是我最爱吃的甜点啦，布丁、比利时巧克力慕斯，还有比较有名的华夫，也说是冰激凌。然后我选择的是这个巧克力慕斯，不知道你们的话会选择哪一款，但是你们要知道比利时的巧克力真的很好吃。不过这家店的这个慕斯吃几口非常好吃，但是真的齁甜，我都觉得齁甜，那得多甜。完了，我觉得这个店长看完这个视频要打我了。但是我这不是求生欲啊，这家店真的蛮好吃的，可能是我以前觉得太好吃了，然后好久没来舌头变了，就会有一点点就失望，但是还是非常好吃的，我还是蛮推荐大家去吃一次的。饭一吃完立刻马上开始自闭，哎，我这个人就有点怪，就有时候会突然自闭。再加上我那天的确有点融入不了他们的话题之中，所以这个甜点吃完了我就出来了。哇，太吵了，因为特别是旁边那家店啊，好像是个酒吧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就老放那种特别吵的音乐，人又很多，然后都一块说话，就搞得我头好炸。然后我只能在外面找个地方坐着了，这好几年都是这样。大姑说这个还挺好看的，但是不要让我真的闻。她说哎，还挺漂亮的。不过他们没有被骗到是意料之中的，因为谁会在脸上闻这个呀？我觉得我应该弄得逼真点。啊，我也不知道现在要干嘛。我平时就是出来坐到地上，然后听音乐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平时除了听音乐还会干什么？那就是拍照。但是关注我微博的就知道，我很喜欢拍照，就喜欢拍一些草草花花。我很喜欢就是树和房子的一种结合，还有天空。哦，他们是在喂吗？他们也好多，好可爱啊。而且我一直都特别喜欢的是那种灯倒在地上的那种光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以前也特别喜欢拍。我现在拍了一圈，又回到我这个基地了，也是消磨了不少时间。我平时都会这样，你们知道吗？每次我拍这种小东西，或者趴在地上拍那种地板什么的，我爸都会跟我说，这有什么好拍的？我觉得手机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拍照工具，所以我觉得大家没事干也可以用手机自己拍一拍。当然，估计大家没有我那么闲。我妈给我打电话
了，说要走了，所以我现在回去了，不敢。你觉得我这个贴纸好看？贴纸好看，真的。我以为你会说我呢。好了，这期应该也就这样了吧，很日常很日常，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啊。但是大家还是喜欢这期的话，记得投币、点赞、收藏、发弹幕，一键三连，然后看。